四进八公新平里，七情六淫七平情，等哥完善中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地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，流浪的人无厝的度食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六，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定咧做油毒、心情未轻松、卫生所的朋友来，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。人讲见一事，长一智，先生贤士，助人福。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形成上一个参考，并且注意动好。网内观众朋友，如果无清楚、无了解，唔免客气，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297771138。台北现场看的电话：02297771138。听阿宏讲健康，谈中医药。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阿是耳边搁一个靠一个阿，宏是江鸟宏，宏图大电的这个宏，只拍阿宏健康万谈，身体要健康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：台北02297771138，服务电话：台北02297771138，找阿宏就可以。感谢你的收看，阿宏健康万谈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，看着悲哀也有大目屎，盼我回去的声叫好无停。结婚啊，你哪袂去？请你带着我心情，送去予我的阿母，哦，唔通来袂去。各位亲爱阿宏健康漫谈，阿咱这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红快乐，大家好。一个刚刚咱这个阿宏健康漫谈，那么这个第二个单元哈，那么咱第二个单元继续头一个单元，来介绍中国大陆一挂名医录。那么名医在临床上所用的一挂真好的这个处方，那么伊是家己安怎来发明的吼？家己来自研吼，自研吼。来，咱来讲这个名医录，名医名方吼。伊这个是姓刘，刘玉节，吼，真节的节，吼，清啊，刘节啊，算我爱读出节，刘玉节。那么伊是查某的吼，那么因大陆有分啦吼，分什么藏族的啦，什么彝族的啦吼。啊，有汉族的啦，啊，伊个这是汉族的。那么伊在河北省
六丁官，哦，六丁官。那么伊毕业伫河北医学院中医系，伊现任哦是华北煤炭医学院，那么中医内科硕士研究生，也即个导师，哦。那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心肺梗科学科的这个带头人，就是讲带领，就对，因讲带头其实是带领。那么因讲是带头吼，我是感觉。所以伊这个文字吼，伊的这个迄落，因为呐，因遐讲拢讲领导人呐，领导人呐，啊，领导人吼，所以伊即马较下骹手的吼，唔是政府的，都无咧讲领导啊，所以即马讲带头人，唔是领导人，所以伊安尼咧分别啦。全国优秀中医。临床的这个人才，河北省首届头一届名中医，那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心病分会常务委员，伊嘛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。那么咱来讲，伊这个名医名方，伊这个处方的这个名是叫做柔肝十方定心汤。那么，咱来介绍伊这位，会使讲国家级的这个名中医，自顶世纪80年代以来，吼、哦，那么致力于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研究，并且伊有家己独特的这个见解，吼、哦，根据金元医家，那么。张吉古所论的，那么运气不济，故今以疾以贵，不是以疾以贵，贵就是迄、那个火车道迄个轨道迄、那个轨吼，无同款的这个轨道就对了，吼、哦。那么古方金兵不相灵药，那么伊的这个观点。依据当今社会饮食的这个结构，啊，加快捷的这个社会，吼、哦，算讲紧张啊，哦，生活的这个方式，提出了中方病真多发，伫个谈的这个病理机制。那么，伊家己自言，吼、哦，这个。益气通脉化痰，伊个即个血热啦，就是血痛。那么方药治疗中风病，收到真好，伊即个疗效，吼、哦，伊即个结果。那么在心肺梗病，伊即个治疗上，那么当然疏过而不逆过，伊个意思就是讲。伊这个学生在讲因老师啦，哦，也会顺安尼，不离国，哦，创造了系列的这个朋友，特别是对老人冠心病提出，那么。这个心破衣竹扶正，那么就是讲，伊真谨慎用个破物的这个药啊，啊真善用这个扶正，那么注意保护心气的这个观点，
总结发表省级以上学术的这个论文60多篇啊。那么长篇著作7部，完成12项国家以及到省市科科研的这个成果，分别获得1、2、3等奖，等奖对哦。目前有4项科研被省市入，那么一挂这个项，省市入，一挂这个算奖项就对，奖项。那么咱来讲，伊的这个处方组成是安尼先：当归、白术、枸杞子、菊花、天麻、高丁、姜潭、地龙、挂根、川芎七。以上这药啊，24、6、8、10味吼，伊的这个功效是柔肝释放定痫，所以伊伫咧讲这个柔肝释放定痫汤，伊这个爱来喝这个处方的这个名，伊这会当主治肝心不足、肝风内动所引起的这个戆啊。那么当然，他个戆，他个贤，吼。那么兄啊，叽叽叫，敢那神伫个哭，目睭会涩，看物件会模糊，吼、哦，腰酸脚软，吼、哦，心烦气闷，人烦，但是记忆阁歹，吼、哦。那么暗时啊，伫困拢袂安稳，吼、哦。那么伊的这个脚手吼会麻，啊，食是啊个还好啦，吼、哦。大便有小可较大涩，吼、哦。伊的喙齿一润红，啊，太少，吼、哦，咩？很涩，那么这属于肝的，吼、哦，那么肺量无够，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伊这每天一贴清水，爱泡浸30分钟到30分，连续刷，啊来转转两遍，吼、哦。那么早暗啊饭后1点钟到啊来吃。这一碗叫做较康心啦。后来咱是不是先休困一下？吼、哦，啊，咱稍等下再搁等下来。听苏某的人。你怎样
惦在阮梦中，难分难离。因我对着你，应该心绵绵，茫茫过日子。两人做阵来行到了双溪路，两边路边树掩雾，暗中想起君前途，落空，目屎像落雨。照君淡薄三言两语来交代着龙君你，三番四叮咛茫再见，装着笑容来甲分。分离，饮着心酸悲，站在路头真迷
春的空气真好吧，也袂遐拄好，会用着风飞沙，一种的痛苦，虽然是小看，上可恨的。上可恨的是你唱在心肝，负债放地予我拖，做你逍遥离开我。一首歌，你唱到何时才会煞？若不是鼻酸的空嘴听不好吧，也袂遐拄好，去用着风飞沙，一种的痛苦虽然是小看，上可恨的上可恨的是你唱在心肝，负债放地予我拖，做你逍遥离开我。一首歌会唱到何时才会煞？一种的痛苦虽然是小看，上可恨的上可恨的是你唱在心肝，负债放地予我拖，做你逍遥离开我。一首歌要唱到何时才会煞？后来咱继续搁等下现场吼。你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阿宏健康漫谈，我们这节目是每天拜到拜六，也不是四点开始到六点，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跟我们网友观众探讨传统的这个中医药。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来到我们大家探讨中国大陆这个中医啊，名中医。那么这个英国家吼，伊个这个选拔吼，会使讲无简单吼，无简单。唔是那无理博取啦，无法度，因为因咧拢靠实力个吼，唔像咱遮，我定下伫咧讲啊，什么咧啊，什么咧华佗讲啦吼，什么迄款咧，结果是怎样呢？你若是有钱的，就有那个奖，这是跟人家大陆不一样的地方，那么我们刚才说，他这个处方的这个名叫做柔肝十方定心汤。那么他这贴在治疗，只要是这里面的这些症状，
那么你拢会当用这个汤头，这个汤，就是肝肾不足的肝风内动所引起的这个形状的这個，吼、哦，他个形目睭，吼、哦。爱起烟囊啦吼，目睭安尼模糊的啦，吼、哦，也会顺安尼啊，熊啊叽叽叫啦，吼、哦，敢那神在吼的啦，目睭会涩，看物件会模糊的这，吼、哦，腰酸脚软，心烦记忆歹这，暗时啊困袂落眠的啦，脚手会麻，吼、哦，也力，吼、哦，就是食。诶，还好了，对，会食啦，吼、哦，不是真老食啦，食普遍啦，吼、哦，正常。那么大便小寡较大，吼、哦，也有这个喙齿齿质是润、红、苔少、咩很细。只要是符合这其中四项，那么以上拢会当使用。一贴处方，当然，伊这是每天一贴。伫转的时阵，上好进前，这个药啊爱泡半点钟久，然后啊落去煮两遍，吼、哦、啊药剂、药头啊拢混合，然后分做早暗、饭后一点钟后来吃。换一句话，就是差不多空心嘛，吼，差不多空心嘛，哦，咱拄啊第一讲的，那么这也这个横盖，哦，他家讲这个镜头凌晨拢差不多第一中老年人比较得较侪啦，但是少年人嘛有啊，少年人嘛有啊，你唔当讲少年人无呢，哈哈，阿方较早。哦，十几岁啊，会塌壳个戆，塌壳个戆。但是啊，唔是虚症，唔是虚症。当然啦、啊，即马甲回想起来，都唔知安怎迄阵啊，唔是讲介接啦吼，都有捌塌壳个戆，吼、哦，压落去还是屈落去，起来，嗯，会戆，吼、哦，这种个嘛是。那是讲无病来讲，嘛是属于正常，吼、哦。但是袂使接无，接都是无正常，吼、哦。那么阴气自半，就是讲咱人啊，那年纪啊过了七十，过了四十啦，吼、哦，讲者伤紧，过了四十，那么阴气拢会开。算讲会较干，吼、哦，会较微就对，吼、哦。那么因为肝肾不足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拢是肝肾不足比较的会开讲，吼、哦。那么肝脏，肝是脏肺的，肾脏精。那么肝肾动员呢，就是水木，吼、哦，水能生木嘛，啊，尤其肾是属水。肝属木，所以水能生木，所以啊，这个肝肾动员。那么菊花、平肝啊来益阳哦，清肝明目，所以佮配合着这个枸杞子，会当增滋补肝肾，增加滋补肝肾就对哦。那么益阴明目的这个效果。那么为肾药，天麻、高丁、平肝、十方、丁咸，啊，那是这个姜汤、甲地凉，也当十方通络为佐药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川芎七也当滋补到这个肾阴、活血通络，如果也当因。肝风啊来下行，啊那是这个挂筋也当舒缓到这个筋脉，吼、哦，
配合到这个牛七，会当升降相应啦。哦，那么两行药啊，拢为枢药。哦，那么专方共同，哦，要来柔肝释放定痫。哦，所以伊有种的这个效果啦。当然，在临床上嘛，需要爱透过加减。那么，若是讲偏离阴虚内热的这，哦，爱搁加鹿茎子，啊个汉莲草、地母甲黄柏。那么，啊来滋阴补肾、清虚热。那是暗时啊，第一困未安稳的这，比较那么较重的，那么还佫加茶的这个茯苓。那么茶的这个茯苓就是茶的这个生茯苓、野高苓来养肺安神。那是耳仔的鸡鸡叫较严重的，那么还佫加石菖蒲啊，加丸子。青龙骨啊，甲青牡蛎吸收啊来开窍，重点着这个安神。那么以上，这就是名医名方，吼、哦，名医录。那么一节第二个，吼、哦，那么处方提供给大家。啊，那么啊来做参考，吼、哦！啊，无咱就到这来做一段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阿宏健康漫谈，再见，拜拜。在空中相会，
是，我是阿宏，是，现在你已经在线顶了，是，请讲。阿宏健康漫谈是伫个每天拜一到拜六空中现场主持，敬请大家锁定收看。感谢努力，下一回唔通忘记，空中再会。阿宏健康漫谈。苦苦的心，无人知，就叫你名字。我思念人，你就是台中情。怀念你，就是怀念你，就是怀。